唯有李逵，你要好自为之，平日不要醉饮，以免惹是生非，引来杀身之祸。哎，吴用兄弟啊，也多保重。哥哥放心吧。来，干了这杯。啊，等等，华荣兄弟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专点哥哥，有事？我已向省院交了官印。这是为何？随哥哥去楚州。朝廷奸党一直想加害我们兄弟，哥哥一人去楚州，我不放心。交了官印，我就是闲人了。愿终身陪伴哥哥。这怎么行啊？不行，不行啊！我已和吴用哥哥说过了，他说有个人在身边，兄弟们也放心。生米已经做成熟饭了，走吧。我已是天不收地不管的闲人了，哎，就算跟哥哥混碗饭吃，总行了吧？走了，走了。父亲从小教儿以忠孝为本，建功立业，光宗耀祖，如今儿功成名就，衣锦还乡，您却魂归黄泉，教儿肝肠寸断，儿将为父亲守坟49天，衣锦孝心。贼寇成了达官显贵，上马管官，下马管民，啊，倒让你我落得个被人耻笑，连个小小的阮小七儿都没治死。佟大人，你能咽得下这口气吗？都怪我太大意了，小看了宋江。新军迟缓了几日，让他得了头功，现在后悔有何用？听说卢俊义在泸州官做的是有滋有味，有声有色呀。梁山贼寇一日不出，我高俅就一日卧不安枕。太尉，我马上派人去泸州，买通几个军汉，告卢俊义招兵买马，图谋造反。这还不够。哎呦，太师。然后嘛，一定要。面奏圣上，转他进京，赐他御膳。剩下的文章嘛，就好做了啊。哎呀，太师真是机警过人呐。哎，机警过人。我等不如，我等不如。哎，不如不如。要差天使赐酒给他。啊，
用慢药。啊，神不知，鬼不觉。鸟无头不飞。我们收拾了宋江、卢俊义，剩下的人就好办了。嗯，对，废了卢俊义，再除宋江。就是神仙下凡，也救他不得。启奏陛下，省院接到明状，告泸州安抚使卢俊义招兵买马，囤积粮草，图谋不轨，是为贼性不改，反心为民，事关朝廷安危，臣不敢不奏，望圣上明鉴。宋江、卢俊义南征方腊，拥兵十万，尚且未生歹心，今朕已为他们加官封爵，不曾亏待于他们，他们为何要叛逆朝廷呢？其中必然有诈，难以置信。陛下，事关重大，不可全信，也不可不信。以臣之见，陛下可召卢俊义进宫亲问，赐御膳，探其虚实。如卢俊义真无反心，也能显圣上爱臣之意，岂不一举两得吗？好吧，就依太师之言，召卢俊义进宫问话。哥，大哥，哥哥，你看谁来了？大哥，哥哥，铁牛哥哥，箱子的铁牛了。公明哥哥，你们怎么走到一起了？我算着今日该七七四十九天了。啊！来来来，铁牛来。哎，好了，好了，宋清，白酒。哎，请请，哥哥请请。来，哥哥，在润州这几个月，可把铁牛给憋死了。铁牛兄弟，当了官你也不开心啊。哎呀，大哥，那个鸟官那叫难受啊，断不完的官司，收不完的钱粮，杂七杂八，烦死我了，远不如在寿张县做大堂来得痛快呀。寿张县你才做了半天的大堂，就弄下一桩冤案，害得我和柴大官人好苦啊。铁牛生来就不是做官的料。哎，花生兄弟，要不咱俩换换，你去润州，我来陪哥哥，咋样？你那烂摊子我才不替你收拾呢。你哥哥，听说卢员外被皇上宣进宫里去了。卢州上任没几个月，宣他进宫做什么？只怕是凶多吉少啊。哎，就你想得多，也许卢员外荣升了呢。来喝酒。哎，铁牛兄弟，记住哥哥一句话，无论出了什么事，你都要忍住性子啊。哎，卢大人，卢大人啊，过河就是泸州地面了。啊，哎呀，怎么了大人？哎呀，我是怎么了？
去叫停船。卢大人，卢大人，一有卢俊义兄的消息啊，就想办法告知我。嗯，我会去楚州看你的。我也去。我安顿就绪，就请你们去，把能请到的兄弟们都请去。嗯。华荣啊，哥哥就交给你了。嘿，我又不是孩童。